天要分享两个全身的动作给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常常用这个来暖身。来，第一个高平板 plank， 然后呢左脚左膝去碰右手肘，右膝碰左手肘，废话当然你要同一边也是 OK 的啦，可是呢侧边的话用到力气比较多，然后身体要减少晃动。 OK， 然后第二个动作 arm walking 加上侧旋转。越爱越聪明，为他浪费生命，这个真的一下就爆汗了。OK， 也是每一次15次下，然后3组。OK。